什么呀？我低血糖犯了，浑身没力气，能不能帮我去买点糖？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哼，就你这破老头，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别挡道。爷爷，我这里有一瓶根本的可乐，你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在外面跑嘞？唉，没办法，儿孙不孝啊，全程几百栋别墅。 全靠我一个人收租，累死了。正好旁边这栋别墅我懒得再去收租了，送你了。不是吧，小哥哥，我相依为命的小猫不见了，求求你帮我找一下吧。别找个猫又不给钱，浪费时间，鬼才会帮你。姐姐，这就是你的猫猫吗？是的。 太谢谢你了，小朋友。这不是著名跑车设计师王不迟吗？听说你新设计了一辆豪华跑车，我们能采访一下您吗？哦，路边那辆车就是我最新的作品。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找到我的猫，送给他了。车？这破面包车还用设计？送给我的不要。嗯。叮叮。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要是跟着他，说不定我也可以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不会开车耶。来人呐，谁的车把我给撞了呀？嘿嘿嘿嘿，看来你的运气到头了。运到碰瓷，我看不把你的车房子都赔光。什么？这也有钱赚？那我也。小伙子。 看你挺自觉的，今天就只收你10000块，再多送你一面锦旗吧！啊哈哈哈哈哈！这还竟然跑车上面有摄像头？哎，我抢过了你的车，不赔我钱，我就把你抓起来！